还是找阿双啊？这个是谁啊？大师237。哎，他是谁啊？他跟我双哎，他是谁啊？这个是谁啊？改名是不是？我怎么有这个好友？大师258分哎，他是谁啊？怎么看起来很强 ？FA win 代表 FA 就是在找队伍的意思。哦，是哦，在找队伍就会名字前面加一个 FA 哦。对对对。那我也要改，我要去改 FANL 了。这个是不是 HKA 的 win？ 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打这么高分，我觉得。是哎、欸，干，真的是啊。干什么是他、啊？大师200多分，那、啊、台湾队伍没人找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昨天卡萨他妈还有他哥有来我们家、欸，在我开台的时候，但我在开台，所以他就没有进来，他就没有进来找我。听说他有在我的门口听我开直播、欸，好像是工作的关系吧，顺便来看一下，可能有来桃园，顺便来看一下，毕竟。他们家长的感情挺融洽的，常常会一起聚会。我记得以前所有家长都在我们家聚会，我的压力是真的很大，超可怕的。我就不懂他们的小孩每个都不来，全部都我扛，到底是啥小？每个人的妈妈都在这里，然后只有我一个，干有够可怕的。但其实还好，大家的妈妈都蛮好的，毕竟会支持儿子打电竞的妈妈都蛮开明的，都蛮好相处的。来啦，我让这个 Win 来感受一下曾经的 FWAD Easy Real。哎，哎呦，哦，我们先占优势，哎嘿。哎，都下来，要打都来打，臭弟弟来分你们一点头，哎，有福共享，嘿嘿，一群臭弟弟，还敢皮啊？妈的，我们，哎，你要中到哎，你有没有中 ？OK， 原来你在骗他来，算你狠。两等欧拉夫 VS 三个一等，等级判断谁会赢？我们加起来四等，对面加起来只有三等，屌打 ！OK， 理性分析 ，OK， 漂亮！欧拉夫303赏金300，我的天哪！两分钟303赏金300金，我的天哪，太重了吧，兄弟，300金！哎，那个欧拉夫很靠腰哎、欸，他是故意扣重级，在等李信把 W 用掉再中掉哎、欸。他超细节的，我想说他怎么不下中，他在骗李欣招欸，超强，这很简单吧，笑死，干你们算了吧你们，很简单，你们真的是笑死人欸，你们先打上台服金牌再来好不好啊，这样会太凶吗，得意的我，欸打 OK 还行啊，或者你们欺负我们 LMS 的选手、no. 干你很屌是不是啦，妈拽他小，你妈拽他小啊，靠腰哦，拜托，大师中市场的 AD 按在地上打，拜托跟我打嘞，卢锡安笑死我，笑死！这里，开动，逮捕你！哟！哎，还有空捡斧头，太狂啦，兄弟，太狂啦！好狂妄啊，欧拉夫！竟然。北欧战神，
下咧。不是，我觉得巴德的那个补血的都放在一起蛮烦的，因为我会故意想越过他，你知道吗？这有时候会干扰我的走位，蛮烦的。那你跟他讲，我不要，我会怕啊。拜托，他是一个随时打得到我的人呢，我才不要嘞，我才不要惹他嘞。你说韩国人就算了，到时候他真的来打我，妈的，之前电竞比赛才有人闹人打人的，我才不要嘞。傻小，现在社会很乱哦，干还真的会打哎，很可怕哎。很危险呢、欸，不要嘴丘哎、欸，真的不要嘴丘哎、欸！你要嘴丘之前，你要先搞清楚他到底遇不遇得到他哎、欸，很危险、欸。是还好啦，我随时都有扫把跟安全帽防身，我比较安全一点。监督自己，漂亮。漂亮啊！早了吧，早了吧，这么强，早了吧！哇，哎、欸，看、啊，等一下，哦，靠杯啦，怎么还有闪啊？哎、欸，有闪，你们提醒一下好不好啊？干，怎么每次别人都有闪啊？靠腰哦，干，我们这个优势滚好快啊，是因为是组合的关系吗？我们这个雪球效应很快就起来了。这个库拉皮卡还蛮能打的，骨科头。这个人还是要细细的处理啊，不能太捧。等到降智瑶出来才可以皮、啊，先不要皮。你在嘲讽啊，李欣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怎样啊？哎，真的不用这样哎，这些人真的不用这样哎，到底是啥小？要被禁住啦！啊等。还敢留下来啊，菲斯！没想到现在欧拉夫飞起来还是这么强，我以为这角色已经是一只废表了。啊，投降了。OK， 希望跟他牌可以加比较多分，应该会加比较多、啊，因为我在比较高端的地方打，应该分数会比较多、啊。他巴德好强哦，加14分，有比原本多一分，漂亮。Okay.